这是纯黑色的教授，他们好像还没发现你，悄悄溜过去或许还可行。黑色教授没有静态视力，所以看不到静止不动的生物，你要抓住机会在黑胶脚尖看不到的时候赶快离开。 Oh my god， 我不敢呼吸了，好可怕哦，救命哦。我差点被吓到，感觉这个办公室已经荒废了很久。你看地上，哦，还有脚印，好可爱，小小的，那是狼的脚印吗？我真的被吓死哎，是恐怖游戏吧？这是什么啊？怎么变成这样的？啊，把人变成这样是不是？这个东西看电视之后变成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样子。